音社要带来的精彩演出，感觉他们已经玩跃跃欲试了。哎，麦克风请递上一下。那在这里跟各位说一下，我们今天摊上准备非常多精美、好吃、好玩又好用的商品哦。而且不仅如此，据我所知，还有很多是有具有纪念价值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有失又有拿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在这边预祝我们今天的生意可以好好的怎样贯售下去。对于创业者，最好是什么？实质上的一个支持，就是呢，把他们的奖品以及礼物带回家，就是给他们最好的肯定哦。接下来我感觉他已经准备好了样子了。哎呦，今天俊男跟美女哦，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同学怎么称呼你？我是克里斯。我会讲白痴的。克里斯哦 ，OK。那我们男生怎么称呼呢？我叫舒翰。舒翰，哎，你会发现两个声音都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喽，已经准备好，对不对 ？OK 吧。OK 吧。哎，那我们倒数5秒。OK， 好的，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演出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东山一热音社，然后虽然是打着热音社这个感觉听起来比较吵闹的名号，但是今天是两个人一把吉他，然后这样子的形态的表演，然后很开心，就是虽然天气不是说特别的理想，但还是非常有人来看我们，就是稀里糊涂的乱唱歌。来，先由你们可以在这边看我们演出，对，这边是我们第一次在校外。Just a couple of monsters. Maybe I'll be talking to you.
后第二首歌的名字叫做《你的行李》。你就行李分错，公主分。我最左是在台北，台北还要台中，然后行李跟我外公，然后他就看了高铁到高雄绕一圈，再有高雄发车回来。OK， 当天晚上拿回去了。OK， 谢谢。大家可以听一下，我觉得他的歌词也很不错，可以听一下，他其实有把一些谐音的双关在里面。好，就事不宜迟，开始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别找我麻烦》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的瓦，我们的。